下来，不行，大便快出来了，不行，我的大便也太做自己了吧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很 Q。我到宜兰车站了。不要给我坐在那边。我等一下那个去看那个那里啊，等一下那里的那个101的那个烟火，然后之后要看那个想见你的电影吧。等一下，那个花莲到那个罗东的那个铺油马吗？这个很贵耶。但居然给我这个暴雨，不是暴雨，就是下雨哎、而且我看了那个台北的天气真的不行，两个礼拜都在下雨，而且我三天后就要去台北玩，完蛋了。要去昨天在那个桥上买的这个。在那个 Seven 买东西好了，哇，你看我又买了这个 shirt， 因为很可爱，那我终于看到它了，这个，然后，真的是一样，これ，待って。こんな、美味しそう。我觉得这个好好吃，但是129有点贵。虽然我刚刚找到那个699的，然后我真的想去那个嘉义吃这个那个秋家。我到罗东夜市了，等一下来到宜兰一直在下雨，然后我。怎么说啊，后天要去台北之后也一直在下雨。到底这里的夜市有什么？Thank you.
个珍珠堡，其实这次是烧肉的。看起来超好吃耶！我到宜兰车站了，什么东西？真的下雨好烦哦，三天一直在下雨，而且我明天就要去台北，也下雨吧，应该是。然后我到宜兰，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。这是什么？公园吗？感觉，哎，没办法进去。北面包子，我要去吃那个，哎，就是那个九四的吧。到了。巧克力卷看起来很好吃，我买了这个一号干大号。哎，等一下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有这个包子，这样子29元，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很好，好吃好吃，你看，里面有巧克力酱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喵喵，很 Q 很 Q。重点是没有软掉的，给我，蛮温暖的这个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忘记了这是什么。啊，里面有是那个起司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不行，大便快出来了，不行，我的大便也太做自己了吧。一碗汉堡跟那个两个馒头就，我的肚子到罗东夜市那边，然后又看到摩斯汉堡，最好吃的汉堡，真的超好吃。现在下雨，比较没有那么大，在那个罗东夜市，而且现在人超多，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每次
我到了，等下就要去那个去入柜换这个行李。我买了寿司。也买了味噌汤，不行，来到台北了，来台北，好危险哦！我在信义区，然后这个下雨，然后下不去。完蛋了，我不拍了。我终于看到乌溪人了。我觉得在宜兰花莲看不到那个乌溪人。买到了。我不太喜欢这个杯子，我比较喜欢那个透明的。反正买到了。下本来想拍很多，但是真的这个下雨不行。我等一下那个去看那个那里啊，等一下那里的那个101的那个烟火，然后之后要看那个闪电女的电影版。